等了一晚上夏侯了，但我没有夏侯的那个皮肤啊。你钻一上了三天没上到新药，你搞点肉，你搞点肉再上路，很好上的，好吧？你就不要玩花木兰，不要玩花木兰达摩这种战士，你搞点肉，拿个肉随便玩一玩就上了，不要执着。搞个肉砍，直接嗨起来，好兄弟。抽波奖，明天他们乱杀。OK，抽奖，你这赢了，抽大奖，抽个弹幕。哎，我方挑选英雄，明天七点，欢迎来到王者荣耀。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。享受比赛，横如千里阵营，折如百军怒发。快点，快点，中路，中路，中路，兄弟们！逆风起笔，最能得势。请求集合。弄他。事来不可止，事去不可遏。给一炮，给一炮，兄弟。三者兼备，然后为输。这人打红。转把缘分，张草飘落。赵云在上面。飞白窈窕，开始撤退。进攻！嘿，
在比洛西军将三端之量，莫写清单。开始撤退。干得漂亮。善书者自有风骨，尽一身之力而送之。呀，逆风起笔最能得势。进攻！嘿，哈！敌人消失，第一用笔，第二石室，第三果树，三者兼备，然后为书。真狠啊，这几个人。请求集合。死了还喷一口弹。开始撤退。算法成分，张草飘落，防御塔护盾消失，弩车出击。开始撤退。急死我了！穿上草鞋，飞一般的感觉。这么冷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Yep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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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y. 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Huh. 逆风起笔，最 killing spree. 下把给你带一下。比洛星王定三端之妙，不带默写清白，尽六艺之奥。请求集合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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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善书者自有风骨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肉，对不起，拿个脆皮。转法缘分，张草飘落，八分凶险，啊、飞白摇旗。横如千里剑，折如百军怒发。第一用笔，第二石室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三者兼备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他的蓝 buff 温暖了我。每次没蓝的时候，还好有你在。发起进攻。
善书者自有风骨，仅一身之力而送之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他的红 buff 也温暖了我。比洛新王定三端之妙，莫显清白。我错了。哎呀，我真的是不能站这个鬼中路啊！站个中路真的是难受啊！不能站中路啊，站中路太痛苦了，吃中线，那是上官婉儿吃中线贼痛苦。中线不可吃，我不吃了，我去帮他蹲了。兄弟兄弟兄弟、我觉得我可以抢救一下、哇，蓝 buff 又温暖了我。还好有你，云。我不吃中线了，我怕了。你看，又钻出来弄我。说实话，这把有点不好切呀、两个双 C 都不是一波能跳死的。怎么这么跳这个？搞错，他怎么有个把名刀啊、他没名刀，他磨叽这么久。刹波车刹到天荒地老。弄他。哇哇哇，很极限的、要不要我出梦魇之牙了，好像还真的是我出啊。第二式第三股数，三者兼备，然
这墨子可以啊，是啊，墨子操作还挺流畅的，是个会的墨子。沉默到大都丢不出来。请求集合。好炮，好炮。这墨子会玩的，很灵活他。发起进攻。转法愤，张草飘落，八分凶险。来个人，来个人。哇，你们上路两个人别你浓我浓了，这怎么打？伤害不够呀，这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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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不唱。我的。牛啊，亚瑟！你觉得我飞不飞得死这个开大的这个谁呢？我肯定飞不死他。但我想给他秀一秀我刹车的技术。我肯定飞不死他的。他落地后就能把我给杀了，不要上头。虽然我很厉害。开始撤退。虽然我是国服第四十七瓦儿。转法缘分，张草飘落，八分凶险，黑白条条。善书者自有风骨，尽力身躯。伤费没大的，嘿嘿，被骗了吧？哇！这个切不过去。太能挡伤害了，哥！比洛西王顶三端之妙，转法缘分。我觉得我们需要沉着冷静。八分凶险，飞白窈窕。不行啊，这个亚瑟单带压力太大了。亚瑟带一波死一波。善书者自有风骨。等等。身之力而送之。等。等。大招还未冷却。
搞，这脸上炸开，我直接秒了吧，我打散了呀，炸！刚上天就死了，那个对面射手也把魔女给做出来了，我们这边伤害有点不够了，快走快走！开始撤退。撤撤撤！撤呀！你这还顶着上去打？墨子玩的没毛病，是吗？亚瑟怎么还看不明白自己的问题呢？这个亚瑟自己在这里带了三波，老是死啊！他怎么还没看明白呢？墨血清白，仅留一只二。这墨子玩的没问题啊，兄弟们。完了，落地开始搞我了，好吧，那个法师换了没意义啊。打不了那是离谱。加油兄弟，别拿我往回带呀，你跟这人真的是蠢啊，他还怪墨子。他把兵往回一带，我不知道他怎么想。